首富林家众保镖听令。林家走失多年的大小姐此刻就在北城，我手上的翡翠玉佩本为一对，另一只在大小姐手上，翡翠玉佩为证，全城搜索大小姐。是。好心人，给点钱吧。没有，好心人，好心人，给点钱吧，给点。好心人。好心人，给点钱吧。谢谢好心人，给点吧。好心人，你一定会好人有好报。好心人，你一定会好人有好报。谢谢好心人，谢谢好心人，谢谢好心人，你一定会好人有好报。哎呀，就是这个玉佩和我手里的是一对啊！你们干嘛？这是我好不容易淘到的，你们别想抢走。我给你一千万，告诉我这块玉佩的主人在哪。一千万？好好好，刚才那位小姐给我的，他们往前面去了。快去！钱呢？钱呢？钱！找到大小姐没有？没有，六管家。废物！这么多人都找不到大小姐，命令下去，今天务必找到大小姐。是是。哎呀，弟妹回来了，来，快把菜给我。姐，你这是？姐以前对你态度不好，你别放在心上。这些年呀，你照顾我这残废的弟弟也挺不容易的，以后啊，咱们就好好相处。来，喝点水。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用放在心上吧。弟妹，弟妹，林初夏，你看我怎么今天把你赶出我们高家的门？李飞，出来吧！李飞，出来吧！行了，赶紧办事儿吧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得嘞，少侠。初夏，初夏，啊，初夏，初夏呀！李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，宝贝。你干什么，李飞？你放开我，姐！姐，你别笑了，今天这个事儿就是高叔安排的。初夏，现在你就叫宝葫芦也没有用，上学的时候就行。今天我终于可以得到你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在干嘛？老公，哎呀，林初夏偷情都偷到家里来了，也太不知廉耻了吧？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哎，林初夏。你说我干什么？你偷情关我什么事儿？李飞都跟我说了，是你让他这么做的。哎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啊！是林初夏这个贱货勾引我。废物，滚！哎，你不能走！够了！不能走！老公，初夏，你告诉我。我今天看到的这一切是真的吗？弟弟呀、啊，你头顶都绿得发光了，还在这问什么问？我早就和你说过，林初夏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个嫁给你冲喜的下等货色，早就该滚出这个家门，早就该滚出这个家门。老公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哼，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，你肯定天天在这诅咒你这残废老公赶紧死。好和你的奸夫逍遥自在。我没有，你血口喷人。
只要把林初夏这个贱人赶走，然后再慢慢把高朗这个残废解决了，高家以后就是我高爽的了。高朗，姐今天就帮你把这个道德败坏的女人赶出高家。你们现在不要吵啊！高爽，你放开我！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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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！高爽，你个杀人凶手！本来想把你赶走，然后再把这个残废弄死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就一步到位吧。高爽，你会翻案的。凭什么？他已经残废了，凭什么还要占着高氏集团一大半的股份？那股份是死去的奶奶撂给高朗的。你怎么能为了钱，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放过？将死之人还在这逞口舌之快，快和你的残废老公一起去死吧！为什么？你太卑鄙了！你放心，你的好女儿我会给她送到孤儿院的。高家以后就是我的了。高爽，你好狠的心！要是我能重活一次，一定让你血债血偿，一定让你血债血偿。好心人，醒醒！好心人，醒醒！老公，好心人，可怜可怜我，给点钱吧，好心人。这个场景怎么这么熟悉？我不是死了吗？我老公呢？我怎么会在街边啊？好心人，给点钱吧，善良的好心人会有好报，不会死的。你不是我之前给玉佩的那个老人家吗？怎么又让我给钱？我这是回到被害之前了吗？太好了，真的可以重来一次。哎，好心人，可怜可怜我，给点钱吧，可怜可怜我，好心人，给点吧。算了，这钱给你吧。谢谢好心人，谢谢好心人。就是这块玉佩，和我手上的是一对儿啊，像，和老夫人长得一模一样。首富林家大管家刘明，参见大小姐。参见大小姐。你们认错人了吧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不是什么首富家的大小姐。大小姐，当年老爷夫人被人追杀，不幸将您遗落，幸好老爷在襁褓中放了这块独一无二的玉佩。您这块玉佩和我这个刚好是一对儿，您就是首富家遗落在外的千金啊。请您随老奴回林家掌管百亿家产。天助我也，有了首富千金的身份，我要为我的家人报仇雪恨，要让伤害我的人付出代价。敢伤害首富林家大小姐，定要让你永入无间，万劫不复。回林家的事以后再说，我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们帮忙，需要你们帮忙。首富林家众保镖，听候大小姐差遣。你们就在外边守着，听候我的吩咐。是是。初夏回来了，来，快把菜给我。不用了，以前呀是姐姐态度不好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你照顾我那残废的弟弟也挺不容易的，以后咱们好好相处。来，喝点水。林初夏，你高叔啊，你以为这辈子你还骗得了我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收起你那些小把戏，人若犯我，我必诛之。这个林初夏怎么回事？怎么和变了个人一样？难道知道是我要陷害他了？哼，林初夏，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怕你。出来吧。李飞，我劝你不要作茧自缚，赶紧动手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得嘞，走吧。你放开我。不好，大小姐有危险。你
今天你做保姆都没有用。好好把我弟媳妇伺候好了。坐下，你真是小人。坐下。